年龄20出头的男孩，然后他当时他在看猴子表演，然后呢他就顺手点了一根烟，通过玻璃细缝给递给猴子，连续就递了5-6根，可能猴子他们就以为是可以吃的。第一次递的时候呢，猴子烫伤了，下意识用自己的手敲了下玻璃。